金针菇具有补肝。常食金针菇还能降胆固醇，预防肝脏疾病和肠胃道溃疡，增强机体正气，防病健身。腐竹中含有丰富蛋白质，营养价值较高，其含有的卵磷脂可除掉附在血管壁上的胆固醇，防止血管硬化，预防心血管疾病，保护心脏。
有多种矿物质补充钙质，防止因缺钙引起的骨质疏松，促进骨骼发育，对小儿老人的骨骼生长极为有利。还含有丰富的铁，而且易被人体吸收，对缺铁性贫血有一定疗效。腐竹时注意不要与蜂蜜成同吃，因为会引想消化吸收，而豆浆则不宜加红糖，加白糖也要待煮熟离火后才能加。腐竹的营养价值虽高，但有些人如肾炎、肾功能不全者最好少吃，否则会加重病情。糖尿病、酸中毒病人以及痛风患者或正在服用四环素、优降、磷等药的病人也应慎食，减肥者别多吃。大家有没有疑惑为什么金针菇叫明天见？因为金针菇的细胞壁中含有特别难被消化的膳食纤维壳多糖，一般只溶于无机强酸，虽然我们的胃液酸性很强，但还是很难完全消化这些物质。金针菇宜熟食不宜生食，因为新鲜的金针菇中含有秋水仙碱，食用后容易中毒，但秋水仙碱易溶于水，充分加热后即可破坏。希望大家喜欢我今天的食谱分享，还没关注我的朋友要关注了，不然真的怕你找不到我了。谢谢观看，我们下一个视频再见了。